日本猫咪节。最难的应该是这一关吧，这跟前两关有很大的差别，难度上的差别。全死。拜托拜托，一定要来得及，要不然就换我死了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呵呵，哦，嘎仔呀，用炸弹猫把它困住就行了。就可以慢慢任你宰割。
这关只要有炸弹猫，基本上就赢定了。这时候会再来一发逼，这时候要全军出击了，因为小孩小猫全死光了。很快全军出击就可以把它给歼灭，就可以爆它的塔。这样就过了。